楚河的眼瞳亮了起来，不是明悟，而是感应。他眼瞳前不及一寸处的那粒雨珠还在空中悬浮，他已经明白自己中了一个计，这大东山本身就是一个局。洪四祥不是大宗师，他先前在山顶释放出来的霸气是借的，境界也是借的，正因为不是自身的所有，所以才能如此不惜身体精魄的全力释放出来，才显得格外的暴力，而不应该是人类应该有的程度。洪四祥早存了必死之心，有人想用他的死来吸取自己少许真气，而自己最后这一山一水的一符已经将真元渡了出去，自己的身躯命元保护已经出现了缺口，那个人就是要利用这个缺口，那个人就是将境界神妙无比通过洪四祥展现出来的人。不及感知剑痴与流云处的变化，苦河大师的眼睛更亮了一些，就如同一泓秋月全无先兆地出现在一池碧水之中。他最疼爱的女徒海棠拥有世上最干净最明亮的一双眼眸，但如果和苦河此时的眼眸比起来，就像是萤火与皎月一般。苦河是世上对周遭环境感应最细腻的人，是心性最柔和但也最坚强的人，这一点从多年前的神庙之行便可以查知一二。当发现洪老太监是一个陷阱时，他的反应便随之而做了出来，变机之快，当事不做第二人想。或许只是百分之一弹指，他应该比设局者所想象的反应就快了那么一些，但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时间差。苦河的眼睛明若皎月，洁若孤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一呼吸间竟似要将整座东山之顶的空气全部吸进去。老者的胸膛忽然高高地长了起来，整个都像是提高了两寸。随着这一呼吸，他体内的天一道无上真气从自己的右臂处也开始呼吸了起来，循着天地间自然的一呼一吸，轻松地脱离了洪四祥尸体上散离气息的牵引，开始用最快的速度往自己的经脉内回转。如此快的转折，也只有天一道的清净法门才能施展得如此自然。时间和静止没有任何区别，任何以肌肉控制的动作都来不及做出，而像水银和光线一般在人体内流转的真气却隐约能突破时间的限制，完成自己的任务。真气回流一阵，洪老太监瘦弱的身躯化作了漫天血雾，却未及散去。没有人注意到，苦河大师垂在身畔的左手很自然地屈起了一指，在空中画了个半圆，做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在这片大陆上的手势。随着这个手势一发，漫天凝结雨珠再次一顿，大东山顶那些混在风雨浸在古庙残垣间的淡淡气息以一种奇快的速度向他的身体内灌入。这些被那个奇怪手势召唤来的气息很淡弱，但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一根柴一滴水却都是宗师之间拼斗的珍贵存在。这个手势究竟是什么？居然能从空荡荡的空气庙檐间吸入真气？法术，在大海遥远的那边，法师们修行的法术，却出现在了苦河大师的手中。在大雨淋漓的大东山上，北齐国师苦河终于使出了自己最大的压箱法宝，使出了平时没有什么帮助，但在此刻却能助自己加速回复真元的手段。这个法宝在他与五竹对战时也未曾使用过，但此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施展了出来。因为在洪老太监死亡的瞬间，在那一团血雾还没有来得及散去的一瞬间，一只手，一只洁白如玉的手从血雾里伸了出来。这个场景显得异常鬼魅，一只白玉般稳定的手从血腥无比的雾团里伸出，就像是九幽之下探出来要搜刮人间一世生灵的神手。在感应到这只手的瞬间，苦河眼中的光芒愈发的明亮。他第一刻的反应很正常，这只手应该是叶流云的，也只有叶流云的手才会如此的稳定，如此的神妙。然而苦河不惧，因为体内的天一道真气早已回复入了自己的身躯，用神奇法术召来的淡淡天地元气
也从36000处毛孔里渗入了自己的经脉。自己体内真气已经充沛到了顶点，一阵一荡已然到了人类所能容纳的极点。如果对方是想用洪老太监的死亡造成自己世中的缺口，那么苦和奇快无比的反应和那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法术手势完美的弥补了这个缺口，甚至过于完美了一些。那只洁白的手忽然隐去了皮肤上的光芒，却显得更加可怕，在如此高速的境界中却是一丝不颤，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稳定与力度，奇快无比地掠过那团血雾，点了下去。在掠行的过程中，那只手松了四指，食指却微微翘了起来，柔软而刚毅的指尖啪的一声点碎苦荷大师眼帘前一寸处那滴雨珠，然后轻轻地落在了他的两眉之间，就好像要在他的眉心上点上一粒通红的痣。那滴雨珠被一指点破，化作了一个空心的小水圈，周边泛着美丽的涟漪缓缓扩张，而苦荷的眉心上并没有出现一粒红痣，反而却是更加亮了起来，似乎苦荷此时暗淡下去的眼眸里的亮色全数送到了眉心间。苦荷大师用自己精修数十载的天一道无上真气与法术召来的天地元气凝于眉心之间，硬扛了这美丽的一指。那根微翘了稳定的食指并没有与眉心间凝结的精纯真气硬扛，而是用一种缓慢而温柔的方式向里面灌注，没有暴力之气，没有绝杀之意，也并无天然气息，有的只是人世间最堂堂正正的规则王道。指尖在下嗖的一声迅疾点出，直刺苦和胸中半中，虽然只是一指尖的动作，却隐约让人感觉到有龙行虎步之下，一指便有帝王万世之尊。苦荷此时已经收回了右手，满脸凝重，大拇指一挺，妙道豪颠地迎上了那根食指，发出了扑的一声闷响，食指再下直刺苦荷中腹。苦荷垂下眼帘，麻衣微灰，平指为掌，他的右掌就如同涓涓细流随着山势而流，自然无比的垂下于腹前挡住了那一指。这一切都进行的是如此理所当然，然而苦荷的身体却开始剧烈颤抖了起来，他的右掌掌心处一抹红斑，像是被烧红的烙铁嗤嗤作响，那只稳定的手指出了三指，这三指不是杀伐，不是摧毁，不是抵抗，而是给予，堂堂正正，全无偷袭之意。帝王心术气度尽在这三指之中，王道之气展露无余。天上再次响起一道闪电，苦荷的身体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颓然无力地掠向远方，掠向大东山石径旁的那棵大树之下，他盘膝而坐，叹息了一声。